那我们144集，我们要讲的是快速标注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把143集的图就复制过来，复制，然后随便点一个基准点，然后往右拉，跟它隔开一点好了。好 ，ESC 结束。然后我们按注解这边，这边有个闪电，就是快速标注，我们按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右到左。框选它，框它之后 Enter， 然后往下一个距离，看你要什么距离，它就自动帮你标好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你就因为你如果这样子框，你就框到这个线，所以你就用点的点点，然后 Enter， 然后往右拉，然后一个距离点一下，然后一样，它很快很快的帮你标好了。